在《反俠路人甲》劇入面的演員卡士都很有份量，一線花旦有馮盈盈，還有高海寧，亦都有外來猛將湯兒，估不到連網民的女神都出現在劇組入面。日前徐榮就在抖音 post 了一張相，相入面除了有劇入面的演員，亦都有監製林志華，中間竟然見到朱千雪。究竟千雪會不會在劇入面客串一個角色呢？要知道在《韓魔的 2.0》已經有試過這個玩法。香港01因為這件事問朱千雪，發現原來只是一場誤會。千雪說只是咁啱撞到劇組宣傳，說劇中有很多朋友都有份做，所以就拍照留念。看來大家想要在熒幕見到千雪，就要繼續等一下了。